娘娘，看看给你买的什么，开箱吧，给你买的睡衣。爸爸，你醒这么早，抱抱吧。你看贝贝长大了没有？一位小帅哥，看姐姐的衣服怎么样？走，来抱抱来。哎，走，怎么躲屋里边开快递呀？啊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？你看是这个。睡衣不是？哎呀，贝贝，强子手臂，哎，爷，回来穿吧。行，这个是。你知道你小姨今天干什么吗？上学。嗯，军训。应该是今天那个最后一天了吧？放好。放好，该上学了吧？妞妞今天开学怎么样呀？挺好，一般不要提学习，是吧？我给贝贝玩了啊。嗯。陈宇。那个睡衣给宁宁了啊，可以你看我给你买的什么啊，给你垃圾桶哎，看一看这小人鱼啊，哇好可爱啊，谁用我用来看看，哎这是谁的快递，这俩打起来了，你看他俩谁也不让谁，给你买的怂什么呀，这是我自己买的啊，我给你拿的是不是，对对，一会儿去咱那个阁楼看看，我给你买游戏机手柄到了，真的吗，对，吃了饭再玩，我先给你做饭啊，豆豆，五一，走，咱跟姐姐一起打游戏。五一，走，快走啊！哎呀，不动了，我走了啊！呀，会玩啊？怎么样？我昨天玩的超级玛丽，有人说我大材小用。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买这个不该买这个了？该啊，你这不行。以后咱这个地方就是娱乐场所。行不行，也可以休息。哎，咖啡豆，你怎么偷跑上来了？咱可以直接打游戏啊，打一会儿休息。行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啊。拜拜。我们先熟练熟练。嗯。